你刚刚刚帮他弄，我以为我一直拿着，结果我没有按下去。哎呀，真是。怎么弄？按下去。对，我你刚刚帮他戴的时候呢，我想要录起来，结果我忘记按下去，真是。那现在脚是往你那边去倒，这样会不会有影响到？嗯，多多少少，但是都还好。嗯，多多少少。因为它往你那边这样翘过去，这边心脏就比那边高，但是我现在最重要是它低的跟高的，低的有没有拉那么高？嗯，不会因为这一点差那么多啦。现在出来了147、79、82，七十几才对啊。嗯。这个比较像他之前的量出来数据嘛，嗯哼，对不对？嗯，七十几，所以刚刚那可能是某些操作上的一个状况。哦，啊，如果两次量出来都100多，哦，那就要赶快注意了。嗯哼，哎，啊，如果。